使宝至上人者，世称其有道，龄年数岁，家人偕矣。后之，宝至手摩其顶，曰：“天上食其灵也。”光宅慧云法师，每皆灵早成就，谓之颜回。八岁能熟文，十二通庄老易，既长博涉史籍，纵横有口辩。梁普通二年，晋安王为平西将军，宁蛮校尉，复蚩为王咨。易，王又引临参宁蛮府军事。中大通三年，王立为皇太子，东宫至学士，临冲其选，稍迁尚书度之郎，初为上虞令、御史中。臣刘孝仪与林仙有隙，封文和林在县赃屋，因作免。